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瞎子也红开，我们也红开。哎呀！今天是狩猎的最后一场。牛逼！这把本来是要围绕他们俩打的。 这怎么敢顶？就是怎么敢顶着人去拆眼呢？我操！那这就很难打了，兄弟们。咱们选这个就是看他们选个这两个东西，我才选的。结果他俩一级就嘎了，这把我的思路也给搞乱了。 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土地。这就是他第一步，他们下路前期妈烧，把自己烧死没技能的伏笔的。 选这个东西拿不到线。 一波抓下节奏就不行了，只能去刷第二轮野怪了。这波盲僧也是在上野区，然后武器没闪，看有没有机会抓他一波。 感觉他是不是要被越了？要么打，要么跑，就是现在，不会退缩。这就是我的秘密，绝不可能。加克斯，一根灯柱是做不到的。 可惜，盖伦这血量被压得太低，导致他没有办法上。不然这波武器没闪，他血量多一点点，打个 Q， 这波有机会杀的。他血量被压得太低了，比较可惜。
站稳了，我分得清。敢动我就跟他换了，拉倒。绝不退缩。哎呦，这把是围绕下路打的呀，这个他们俩妈一级死是真的好伤，你知道吗？一级搞得我这一把难受的一批，我操啊！能顶一顶吗？跟他换了拉倒。真难弄啊，兄弟！盲僧一直想R我，我没有给他R我的距离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他升个六级一直想踢我，我的身位跟他拉扯的太好了，R不到我。笑麻了。哎呦，控吧控吧，走回家。他们中野双闪上一波先锋都交了，项目草丛全交了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等个大招再抓吧。岩雀呢？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主导。两个兵都要过来，人才。
他这个明显是要走中路去收线的，人家艾克都踢下来了，你还过来干嘛？打架你也不可能来得及，他应该是去中路收线的。好，从我蛇人出来的，那应该是反了我一组蛇人啊，兄弟们，有可能。白局吗？撞二局，撞二局，撞二的。相信自己，卡莎。要不你就是，你可以活下去，会有机会。他的闪现也好了。曹虫看能不能控一下。牛逼！牛逼！牛逼！武器没审，武器没审。嗯，攻速还不够吗？先整个短剑，把一技能进化一下吧。牛逼，这个辅助确实挺骚的，以太惊魂、血明、忍者族去，牛逼。走了走猛不猛，兄弟们，猛不猛？
Buff。 准备打小龙吧，兄弟们。卡莎能不能打野？啊，在没有看到之前，不要否认啊，兄弟。 好，给大家先开个抽号，国服任意大区、任意分段打好2个小时，大家可以自己抽一抽，好吧？好吧，兄弟们可以自己抽一下，手机端的右下角、电脑端的左下角，任意大区、任意分段都打2个小时，大师以上的呢打1个小时，大师以下什么区都打2个小时。小分段钻二的，钻二的。 抓一下岩雀吧。我小时候很害怕黑暗里藏着的东西，我太傻了。现在我把那里当成是家。
这个蓝帽好像没了吧？ 撤了，我得撤了，我不行了。15级215。 谁骂你啊？下次选英雄，我真得说他一句，嘴巴别那么臭啊！别那么这个臭还打不出去吗？这真得屌他两句，我们选个英雄他就骂我，兄弟们。 游戏都还没打，嗯，这个号是打这，啊，那是谁你也不能吗？选个英雄你就骂人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老弟？就不管是谁选，咋我又没摆烂，是不是？ 骂人干啥的？你没见过不代表不行啊，是不是这么个理？兄弟们，你没有见过，你为什么要否认呢？我没有说错吧？就因为你没见过卡莎的，你就认为哎玩卡打野的就不行？那行不行呢？行吧，没毛病吧，兄弟们。 开了个，你打王者吗？我玩过呀，谁跟你说我沙里没打玩过卡莎千分局呢？我玩过呀，你没见过不代表没玩过呀。我打峡谷千分局的时候，我玩过几次卡莎打野，谁告诉你没玩过的？我最开始玩卡莎打野的，知道吗？我没玩过，早就玩过了。我千分局都用，要说啥呢？ 谁跟你说我没用过呢？早就用过了，是真的早就用过了，只是你没有看而已。你看过老观众都知道，这是绝对玩过的，而且还不坑，真不坑。这玩意卡打野挺猛的，其实。 几年前我就玩过了。
就会吓得后退。这是虚荣心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。大川多少钱？其实挺好玩的，吃东西打野其实很好玩，兄弟们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很多观众会说，哎，对面怎么不来反你，兄弟？这是撞二局，咱们也不是说青龙白银撞二局，他都不会反你。你们看看直播，你觉得你会吗？你也不会的。而且这玩意儿还是有点战斗力的，知道吗？还是有点战斗力的。抽号还有两分钟，在直播右下角想要主播打号的可以自己抽一抽啊！国服任意大区任意分段都会给你打，不管你是王者局还是青铜白银都会打，好吧？大四以上的打一个小时，大四以下的打两个小时，任意大区任意分段，兄弟们可以抽一抽，啊，可以抽一抽。这把开局还不怎么好的，我这把选这个玩意是因为看到了下路选的侠家寒冰，我才选卡莎，因为卡莎前期，能抓还是尽量要抓那种好抓的线。好，待会操作一波吧。我前天玩了一把对面螳螂三级来反，没打不赢我呀，他打不赢卡莎的。哦，这么短吗？还蛮爽的，这玩意儿看得还蛮爽的。